我是老师，我是老师，我们今天有哥们来，各位，我们今天要来帮我们，我刚才是破音，我们战斗陀螺次世代的一个交锋战做一个完结篇。大家记得我们选出了决斗嘉年华冠军的超力队嘛，又让这一次选拔出来的全新 GT 队，然后最后再加上目前超王陀螺已经发行了整整五颗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会用这三个世代超力 GT 跟我们的超王做一个平行时空交叉的对战，好不好？而且应该是会有动画还原的啊。哇，很久没有做这个系列啊，稍微回味一下，偶尔玩一下也不错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的话比较特别一点，基本上每队话我们都是选出五个人，超力队话有多一个隐藏角色，所以呢，我们这一次会采用。5G 世代战斗盒准备了两个啊，这样。讲好人要讲话，这盒子我跟大家讲是台湾独有的一个5G 战斗盒，非常非常帅气啊，真的不得不说超帅，而且材质质感超好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已经准备好这几个队伍，所以我们就来最后的一个动画还原次世代交锋战。咕咕，好不好？全部都准备好。然后呢，这一次我们采用的进攻方式比较特别一点，我们单个角色要获胜的话，就必须在那一轮拿下三分。然后规则的话是采用我们的5G 规则，然后并且我在里面其中有几颗陀是做过调整过的，因为有一些真的太弱了，然后有一些是我私心想改造，所以呢，有改造的我会特别注明，好不好？第一组的话由我们的超力打我们的超王，来，我们来开启两方一号选手，好，超力巨神，哎呀，王者。太阳神五万高 ，OK OK， 两颗哇，第一掌哇都是三个防御，但是两边威力非常猛。好，我们超巨人一样是开启我们的防爆模式，所以基本上这一档应该是没有绝暴力的，因为两方都是采用一个防御形态一个陀螺。OK OK， 好呀，哦，虽然我们的超巨人属于平衡型，但它有两种甚至多种模式可以进行切换，它这一场是防御形态。小心到这反攻哦，超巨人直接采用一个攻击形态，老背包打圈，但是却没有打对手，可是也算没有关系，算是个迂回战术了。然后呢，这一波超巨人的话是采用一个我要是常跟对方同样的组合拳，想要进行一个打击，看可不可以用自己的威力把那个打掉，或是人家把他磨死。好，二比零。我们两方挖刷刷才去一个，哎呦，一个迂回，哎呀，完蛋！我觉得他一样采用左旋，因为右旋西部女生还是一样去采用左旋这个打击，但最后是采用防御形态。我要有机会把他打掉吗？有没有机会？哦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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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超巨人找一个破解的方法，大哥。哦，一个打击，超巨人差点重心不稳，但双巨还是稳稳的回到场上。我们的太阳王花，哎呀，我们的王者虽然甚至有点力不从心，哎呀，完全被打落，已经被砸到落点，这一局基本上已经没有救了，非常非常可惜啊！哎呀，狙狙，突然高。我们超级巨人拿这一轮胜利，第二组，哎呀，死亡凤凰，来到我们的诅咒沙袋，突然高，哎呀，完蛋！我个人觉得这一局的话，诅咒沙袋，哎呀，不突然有机会，有机会，哎呀，不往前突然，基本上这一局都没有机会了。可是我们突然一直被干扰，两边一直互相被干扰，哎呀，主要是我们的突然高 ，OK OK OK。哦，我左丹一下在场上闹事，不想与他交战，拿下回来场内了。哎呦，凤凰感觉已经有点转速大幅下降了啊！有没有机会拿这一局，还是说只能被他屌压？完蛋了！好，沙袋屌就被屌压，啊，水突然高。获胜。第三轮话是由我们的超力日月，超级太阳王啊，水突然高。哦，加上两边话在哦，哦，我们这几个太阳非常猛，可是，哎呀，这边暴打一顿啊！
我要可是不一定要和他吸起来哦。我们的朝日月 ，OK， 1-0，报告。我们的太阳神的话，哦，完全在暴打对面，我要各种交叉流打，哦，非常精彩，非常精彩。然后各种强度都是有出来的，基本上对方花残一个力加 T， 所以基本上吸收力也是非常非常差，所以这应该是稳稳的，没错，十万个。完了 ，OK， 又来魔药环节，基本上这一局应该是稳的啦，因为我们的这个轴心有一个护罩，可以帮他做个小吸收，完美，获胜。第四发，超力战神，恶魔之翼出现啦，两边的头颅话，我都把稍微做一些调整。换个，这一局超战神非常快速，不会是采用 CL 大虚打得非常快，但是呢他却没有打，有点可惜。然后现在进入有点像是攻击中的一个弱点，就是尾声。哇！获胜，最后一战，我们的这个最特别隐藏角色，跟我们的战神呐，正版黑翼哦。然后我们这次做一些调整，刚刚。哦，这一次的凤凰化，我们是采用一个我最紧的 BR 组来进行一个组合。可是凤凰，我并没有把外环死完凤凰。啊！抱歉。对，突然哥。两边花。好，战神获胜。再有我们的 GT 对上超王啊！来，因为由于这两个时代比较近，所以我们这一轮打两分，这样比较紧张。第一轮，王者太阳神，救急火焰神。最后留下我们常常是他，哎呀，爆裂创世诅咒撒旦，碎图万高。哦，两边花算是势均力敌吗？可是我觉得撒旦这一局可惜掉他，如果万一对方等下我们的创世没有帮第二手就赚死啊！哎呀，发动发动！哎，完蛋，发动，好死定了。GG，图万高。哦，在绕啊！两边花，哦，两边花在绕，哇，一个打击，可惜没有把枪打出去，但是要不行。可是我们的电动打击持续在转，现在基本上应该是我们的创世胜券在握，没错，好，胜利，帝王枪出来了，对上超级太阳神，来，水图万高。一下就是重击，哎呀，阿基斯邪神突然哥，啊，完蛋，我觉得这一局有点不太妙。哎呀，对方来个防型，盯住就要，盯住就要，盯住，盯住，盯住 ，OK， 好，我们恶魔自己非常稳，恶魔自己盯住就要了 ，OK， 稳的，稳的，稳的 ，Nice， 突然哥。OK， 哦，对方好，对方还是想要用一个防御型来硬拼一个暴击啊，暴击暴就是他的，没暴就是我们的，撑住恶魔贼 ，OK， 哦，OK， 拿下这拿这轮，我胜，最后一轮，君主巨神完蛋，全新战神，广告，现在两队都来2-2，可是最后的话，哇，两边花都不枉多了，两边都采用攻击型，但是属于一左一右的一个形式。完蛋，战神被暴打一顿，哇，完蛋完蛋，被巨神抓到必胜法则了，基本上这一轮 GG 了。哎呀，旅途安高。然后我们的君主啊，这一轮切换比较娘炮的打法，采用一个左右防御型来进行应战，你要可能非常想拿这一轮胜利，帮军机队拿下一轮，这样底下跟超力队打的话，就算是在打一个冠军赛了。哇，一个暴击。哎呀，完蛋完蛋，这一轮的话战神应该是没有救了，非常可惜啊！哎呦，你们救你们救！哎呀，没了，我们超力追到我们的 GT， 来最后一轮赛事好不好？哎呀，死亡凤凰，救急破坏神，高 ，OK， 哦，前两边的话都是属于一个在地上一个状态，
我们就紧迫外层。OK， 非常稳，非常稳，我也觉得他飞出去，绝没有，非常稳啊。可大家属于一个比较重要的不利的一个存在，因为是一左一右。但是两边的轴心都是属于比较奇怪的轴心，所以也不太一定，有可能吸引，有可能吸住。我们家目前状态的话，哦，现在吸，再吸，再吸，再吸，哇，最后这个，哎呀，可惜，最突然高。黑凤嘴上爆裂创世多安高，哎，完蛋！刚玩合体完直接喷出去，现在情况有点不太妙。不知道阿可被撑住，最近跟我追那个屁啊！爆裂 ，bust 了！我们的超级日月，我们的阿曲是最多安高。哇，刚才的重击差点就让我们的超级直接结束游戏啊！可是现在两秒进入一个呼吸环节，但是不太一定哦。阿吉斯，哇，两边的话算是威力比较强悍一些。哇，一在重击，一在重击，都在圈内。哎呀，哇！哎呀，可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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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非常非常可惜。我刚才以为可能会一发飞出去，现在一直进入一个主要呼吸环节、最后环节。如果这一轮超力赢了，那这一轮。直接超力拿总冠军是吗？不对，是 GT 还对，说错。OK， 获胜，超力战神，与我们的帝王天龙。好。哦，我们看我们的战神一个往回靠。没有没有，中了，但是呢，有没有机会呢？还是没有机会呢？哎呀，该那么帅气，总是要爆一下对方嘛！哇哇哇！完蛋，我觉得这一局应该是凶多吉少。哎呀，非常非常可惜啊！水突然高，哇呼！最后一轮，哎呀，我们的巨神，巨神突然高，哇！两边君主化打非常凶狠，哦，两边化中路。然后我们一个是属于攻击型，一个是属于被动防御，然后两边的话基本上是不同回旋。那我们的超级巨神 ，OK， 摆正摆正摆正，然后最后吸收环节。哎呀，巨神对战就是这么的紧张，好不好？虽然最后都变这样的状况而已。我觉得超级突然高。哇，一个重击！哦，现在两边还在绕。我们的超级巨人交出去，超级巨人现在一直被压制哦。OK， 其他两边已经站起来了，现在处于一个不确定的状态，每一方有可能会100%赢。哎呀，这句话是我们的君主。关公。哦，其他两边话都是采一个比较偏向防御的姿态，但是我发现君主真的有点过于轰击啊。哦，等下也不一定哦。其他两边话都是采一个防御，像这一局打的比较安定一些，所以没有并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。劣势之分，两边话一样进入一个最后牺牲环节，可是我们觉得我们的军事走得已经，但是也不一定，还在打我们最后一个。